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的人记忆力呢就会逐渐下降。不过，有些人在八十岁或是更年长的时候呢，仍旧保持着非凡的记忆能力。这些超级老人可能在大脑中的某个重要区域拥有比预期更大的神经元。一起来看详细的研究报告。 研究表明，一般老年人除了记忆力下降之外，大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萎缩。但这种情况在超级老年人身上发生的较少。研究显示，超级老年人的内秀皮层（大脑记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中的神经元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 t i m e r g u r f i n 和他的同事对六名平均九十一岁去世的超级老人捐赠的大脑进行了成像。此六人此前参与了正在进行的超级老人研究。 将这些图像与平均八十九岁死亡的七个人和平均四十九岁死亡的另外六个人进行了比较。 所有这些人的记忆在他们的年龄被认为是正常的。在超级老年人中，他们的内嗅皮层神经元比那些在相似年龄死亡的人大，大约百分之十，记忆力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超级老人的神经元甚至比死前四十岁的人大百分之五左右，这表明大于平均水平的神经元可能有助于在八十岁或以上时获得非凡的记忆。在与相似年龄死亡的同龄人相比，超级老人脑内的被称为 tau 缠结的蛋白质团。 块也少得多。t a 蛋白的异常积累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超级老年人在大脑的多个层次上与典型成年人不同。中天中望整理报道。